在吗？終わったんですよね。我我我，这是什么？有了。哦，这好像是。那什么碎片副本哦，觉醒的副本才有，好像打一滴而已吧，怎么打都是一滴来着。我一下子半条血了哟，一次就半条血了哟。注意一下，
好，吃了吃了啦。没有可以用的角色，只能吃过去了。看，这样慢慢磨。啊，吃了啦！我倒锅了。花了60块，花了60个钻，可恶！游戏过关，再不行就来上厕所，我们就来去厕所，回来搞不好就赢了。
啊，吃到了。不会一万钻全部花光了。大屏幕很小的嘛，很小啦。休息一下，我会被一万钻才打死啊！干，好了，三千钻。挑起就行。还没死，还没死是不是？没死是不是？看，五千了啦！啊，给我死！終わったんですよね。本当よかった。五千赚。我的五千钻就这样没了，这张卡花了五千钻。